今天给大家化一个啥妆？你刚才不是说学姐妆？学姐妆，对，就是因为就那个很美的特效，对，很美的特效，有一个特别火的很美的特效，对，谁用谁美，是不是？啊，就这个妆。情话给你听，虽然吵着讨论，但我一定吵不醒。你问我想要喝什么，我想要呵护你。你问我想要吃什么，就吃的望着你。我看到最近气温突然变得有点冰，看到了吗？我来做你的，对，我们今天按照这种给大家来一个，对，学姐说。OK， 那就开始吧。开始。因为我会亲你，说我太油腻，请你慢慢贴近。学姐的味道。Hey girl, just be my lady. Hold on, hold on, hold on, hold on, 等我一下下。就水准妆嘛，它那个而且眼睛呢稍微可以圆一点，不要不用太长。好的好的，那本身长得眼睛长的人怎么办？就给它画圆啊。一般什么学姐学妹妆啊，就是那种无辜感的眼睛，一定要把它稍微画的圆一点，才有那种无辜感。告诉你一个办法，瞬间瘦下两公斤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把你的心放在我家里。你问我想要喝什么，我想要呵护你。又问我想要吃什么，就吃的望着你。我现在想要说点土味情话给你听，虽然超套路，但我一定超走心。又问我想要喝什么，我想要呵护你。又问我想要吃什么，就吃的望着你。我看到最近气温突然变得有点冰，我来做你的暖手宝，温暖你的心。今天的你怎么那么怪，原来是你长得怪可爱，你说我十分讨厌怎么那么坏，稍微加一点点开始 I don't wanna waste the time。 把我们的睫毛分布，一定知道自己闯了祸，睫毛分布稍微加深一点点，我的心里不是你的错。 Oh damn， 你身边帅哥怎么那么多，能否帮我洗个东西喜欢一下我。你的上辈子肯定是瓶碳酸的饮料，不然为什么我见到你就开心的冒泡，每天早上牵着你去学校，等到下课之后我们一起练绝招。你到底累不累，听不见我再问一遍，你到底累不累，在我脑海跑了一天。我的梦中情人，我想和你照相，可是你脸上有点东西有点漂亮。为什么？好了好了，闭嘴。我其实在休息功力，就是冬天好了嘛，但是说那种妈生感的下好了，我也不找借口了，就这种一根一根的，我再恶心一遍好不好？好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来，一二三，不对，等一下，哎，三二一，走。又问我想要喝什么，我想要喝苦柠，又问我想要吃什么，痴痴的望着你。我现在想要说点土味情话给你听，虽然超级套路，但我一定超走心。又问我想要喝什么，我想要呵护你。又问我想要吃什么，痴痴的望着你。我看到最近气温突然变得有点冰，我来做你的暖手宝，温暖你的心。再来个三连就可以了。这可不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学姐的那个特效啊，这是把这个学姐特效硬生生的画在了脸上。好了，现在眼妆什么都差不多了，然后就是腮红，腮红也是这个妆容的精髓。嗯，甜美腮红来了，哇，是不是？嗯，啊，就是要涂在这个颧骨和这个中间这一块，卧蚕下面这一块，嗯。面积可以稍微大一点，但是不能超过鼻底线哦。啊，那有点太多了吧。对，就是不能低于这儿，就在这上面。OK， 记住了吗，宝宝们？对。我开始吃饭了，今天我吃的是沙拉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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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这是什么歌？小丸子啊。嗯。你也有童年耶。我小丸子看到二十几岁。真的吗？嗯，我现在还在看一些动画片。我小时候超好看。你这真的蒙古舞啊？你说蒙古？